大家好，我是香港小甜心。这里呢是在深圳的东门商业街。街上人来人往的，人流量很大呀，大家都是戴口罩出门的啊，一部分人没有戴口罩的啊。东门啊，这里是东门，深圳的东门啊。好了，谢谢大家支持，喜欢的点个赞，点个关注吧。